Hello，查理哥来呀！好了，这包买很久了，想说这不常见，之前买回来想说第一次看看，就我很喜欢水蜜桃口味的，水蜜桃口味。然后这应该是什么？吃下去有三种，口感嘛，不是口感，咬起来不一样的感觉吧？圆形、三角形、正方形，好就放着。就忘了开第一次，他现在就开一下，开给大家看，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然后顺便吃看看好不好吃。等我一下啊，啊，撕开了，撕得很丑，但不管。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这种。包装会有那种硬封口的那种设计吧，就不容易吃完了。我换就是爱吃，这次还要找什么东西把它封起来，让蛮多颗的。有之前介绍那个什么达摩那个，太多颗了。你这样这应该也比较便宜，不是软糖就是。很香的水蜜桃味，当然你们闻不到了，但我打开就闻到了。对啊，这放有点久，应该不怕你咬我脚泡吗？吃起来没有坏掉声音，干废话。来听听看他讲的，看每一颗不同。吃起来什么口感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感觉真的不一样。主要不是三角形，是圆形。但是从侧面看圆形，不是整个就是圆的。或把圆三角形也是整个就三角形，就是三角锥。你看正方形、圆形，跟它从侧面看。就长这样，它就从这样看起来是圆形。正方形，正方形就正方形。三角锥，当然不一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啊、真的有差，哇，这三角锥也吃起来超软，没有人喜欢。我不喜欢那很软的软糖，所以乖乖的软糖，真的没有很爱。然后这个圆形的就吃起来第二硬，就这个最软，然后这个中间，然后这个口感最好，有咬劲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对啊，然后三个水蜜桃味都蛮重的啦，对，不难吃啊，只是口感真的有差，就是比较在像咬东西的感觉。好，如果大家有在路上看到啊，想买的话是。可以买试试看，不错吃。好了，今天先到这里啦，拜。